很多人不知道海南也有冬天，才9度哦。我们今天还是挖山药，太冷了。之前用这个铲头太细了，这个只有4.5公分宽，然后我们还有10公分宽的不兜土，4.5能兜土，但是太杆太重了，它挖起来就不划算。我又买了6公分的这个宽的铲头，这是半边的。大家看我们原来的视频是挖一下要拿棍子上面甩一下，是因为是泥沙铲，这个是专门挖泥沙的，这种是专门挖土的，拿上来抖一下它会掉，那个得拿上来敲敲敲敲敲才会掉。今天50斤就好了哈，想目标定低一点是吧，走吧。这棵上面最顶端的藤好像都枯死了，但是底下还活着，藤也还行吧，没有刚才那一棵粗，但是我觉得这里土质应该会比刚才的好一点，底下的藤也还行。来吧，定位这里，准备开始挖了。有个蛋，这好像是一条虫。嗯，那是蛋是虫？是一条虫，这种叫什么虫？嗯，像蛋蛋一样的。上撬棍，上撬棍。完了，这颗粒比刚才那边还粗。都是这种粗颗粒，石头又不像石头，应该是小石头吧。然后山药挨着这边上长的山药都是坑坑洼洼的，回家削皮，别的地方多削那个什么2公分的皮。掏耳勺，掏耳勺只能掏浅，深的地方跟掏耳勺掏不下去。上我新买的神器。好像一次兜土也兜少了点哦，但我更觉得应该是土太硬。哦，别人都是这样轻轻松松放下去哈，拉土下来，我们得这样。这棵山药又BBQ 了，又是分叉。看这里嘛，这个位置白的，那个位置也是白的，又是分叉的。我们挖下去1米多，发现5-60公分就分叉，轻了吧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吼吼吼，造孽啊！牙签，都是牙签，又是一窝牙签。这削了皮还有啥？还有根牙签可以剔牙。哪哪都是山药，又哪哪都没有，到处分叉。我准备给它取了，拉倒吧，这片赶紧换山头吧，这个山头不友好。把头拿出来。我一会儿拿到好长的地方去种。来了，哎，一坨一坨，哎，这是一坨，哎，正儿八经一坨，哎，这一坨有30斤，有30斤。哎，不能敲了，不能敲了，再敲，再敲没了。这里的山药。都是一坨一坨的，我们在半山斜坡那里挖的山药是扁的，这里是一坨一坨的，就没有给我们挖直直一根棍的。山药到底是不是一根棍的东西？我有种怀疑，估计是不就是一坨的，就是扁的哈。实心，实心的，实心的，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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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，不好兜土了，回家洗吧。这一窝又是4斤左右。可能不止有5斤，哦，咱挖的山药都是这样一坨一坨的。
今天要挖几坨了。这个头收走，种到下一个洞。我这个是不是毛毛虫？毛毛虫的毛啊？我怎么感觉像毛毛虫？烧一下知道，毛毛虫的毛一烧它就会那个的。我这裤子一烧不得也会那个啊？不会，我才不会闪的。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你不是说要换山头吗？哎，再一再二再三嘛，这个肯定是大。人家要总不可能是吧？啊，不懂这个道理。这颗肯定是直直的。底下还是开叉，哎呀，咋整呢？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，嘎了，不跟他玩。我们这感觉是不是像在撬树砖似的？不是在挖山药，好，嗯，是在挖树砖。对，树砖就是这样挖的，一点点撬。来了，大树桩，大树桩，哎呦，那个头刚好断掉，哎呦，哇嘿，哦嘿，五十斤有没有？你要朝这一面朝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长得奇形怪状，又是一坨。那一次嘲笑你的那个说。回去喂鸡的那个人说的对，看到分叉的赶紧割了。底下的这种嘛，他要天天挖的话，挖回家也只能喂鸡，怎么卖嘛？有些土不好抠，回家再去抠。连着土我感觉有个六斤，土还轻一点的话，应该有个五斤左右吧。这些小小碎小碎块，大的就留着，小块的就不要。看看这个藤粗不？我的个天哪！你确定这是山药藤，不是树？必须是，咱看藤就知道了，都不用看叶子。这边上还有一颗，还有一颗，这种就是小一点了，像我们刚才挖的那颗那么大。本来我都已经准备换山头了，那没办法，这么粗的藤，你说不挖不可惜是吧？嗯。今天已经挖了第三坨、四坨了，都是一坨一坨的，这个搞不好也是一坨一坨的。藤头在这哈，够粗，来吧，就当它是一坨一坨的开镐。嚯嚯，嚯嚯嚯嚯，嚯嚯嚯嚯，硬土硬土，硬土又是一坨，这坨十斤就好了，藤有那么粗哈。又是盘成坨的，看来这上面是嫩的哈，这是新的新的新的，它有点像懒洋洋的那个头上的那一坨鸡脚。哎，扩开吧，不往下长的，这种山药都是挖一坨一坨的。这种硬土拿那种转转转的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我们这是挖了一个什么形状？一个爱心。爱心。但是我好像觉得它更像一个什么马桶垫。马桶垫。是吧？那里割桉树割，我们挖多久它都割多久了啊？嗯，拿那么多树给它割？
多少个山头呢？广东广西最近听说在清桉树，把山头的桉树都给割了。卖钱啊？不是卖钱，有些地是农，基本农田或者是农业用地。哦，不能种树。给它割了，就这样吧。怎么不往下再挖了？底下应该还有啊。下面那些不香，肯定是苦的，不好吃，不要，是吧？这是成年的老藤，你看成年的老藤。哎呦，风叉这么严重？嗯，什么叫风叉？呦喂，有没有50斤？呦，我感觉有50斤啊！哦，好重！哦，这去了土有48.2斤的土。把土敲一敲。要不就这么地吧，别敲了。就这样扛回家。啊、路上等下也，别让我以为我碰到个同行，不得把他吸回家都得笑死。碰到两个，一个福建仔，还有一个是安徽的。把土都偷回家，这个其实偷回家叫一玩，这个很好玩。他前两年爱去搞那个什么石膏的那个什么考古，拿个小锤就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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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挖宝，一个几十块钱，哎，嘿，好了。没什么土了，嘿，剩下的回家再洗洗它就掉了。哎，回家能洗的话能堵10层楼下水道。你能不能聊点开心的？这坨应该还有个6斤左右吧，还有几两的土，抠一下就掉了，结束。填一下哈，填点枯树枝下面，把我们早上挖的这3棵老藤也种在这里吧。下次来挖就好挖了，是吧？下次也不知道谁挖哟。谁挖谁发财。哎，搞定，晒晒收获。今天这个怎么样？能不能当靓仔？虽然前面挖的不成规则，但是你架不住它多又大，好、哦，嘿嘿嘿嘿嘿。哇，40-50斤啊，有啊。